过年人多不想煮，来来来就过来，这个超澎湃披萨是不少人的选择之一。就是这超酥口感，光看就让人咕噜咕噜肚子叫。而且你发现了吗？这披萨干呐没跨贵，没错，知名披萨业者迎龙年春节推出重磅牛排海陆四喜披萨，四种口味一次满足之际，还有个大披萨，当中当然少不了鸡肉点心双拼，要让民众春节假巴巴贵齁您。要抢过年商机的还有他，这回为了春节推出龙年限定炫富盒披萨点心，让你一盒满足。当然不止这样。来喽来喽，一公尺聚宝盒不止重出江湖，还送一公尺刮刮卡，让你吃饱也要赚饱。为了抢客抢商机，业者甚至跟大甲镇澜宫联名，只要买限定两款披萨就能抢限量币现金，还有机会抽价值破万元的999纯金套组。我是比较喜欢披萨，蛮适合的，大家可以一起吃。本来是有在预算说过年我们就直接去必胜客还是麦当劳类的地方，因为小孩子也喜欢吃，比如说比较没有在开火或者比较懒得整理的，可以考虑那个方式。披萨省时方便，当然也兼顾好滋味，不过除夕还是有不少人喜欢自己煮。从年菜排行榜来看，第一名是佛跳墙，网络声量达23397则，第二名饺子，第三名猪脚，第四到第八名分别是长年菜、米糕、鸡汤、乌鱼子、年糕，讨论则数都破万。迎接新年，业者各处奇招，就是要在这波新年连假抢商机。东森新闻卢志强中场台北报道。